李晨否认分手内幕后首次亮相，不见暴瘦。李晨出席了某品牌新品发布会，他戴着墨镜，穿休闲西装外套，内搭透视衣，看起来精神很好。此前他曾被指因与范冰冰分手内幕暴瘦，对此李晨方已进行辟谣，这是他辟谣后首次公开活动。李晨之前跟谢娜合照被指出曾暴瘦，墨镜遮掩，可能确实精神不太好。李晨